指導咁樣喺一個
一個廢場，即係唔係廢場，即係就嚟活落嘅一個商場裏邊，仲喺度繼續長期留守喺個商場度，一啲同一啲家庭屋企嘅事咯，係啦。咁啊，遇上到一個災難性嘅嘢，大家一陣睇戲。陣間大家入場就會知道啦。咦，跟住之後仲有 Candy。Hello， 大家好，我係 Colin Candy。咁我喺《邪魔》入邊飾演嘅角色就係叫欣啦。咁佢係一個大學生，係啦。然後我就覺得佢嘅性格咧就係一個好勇敢、好有自己嘅理想嘅一個女仔嚟嘅。OK， 之後仲有阿倫啊。我喺呢個戲入面係飾演一個一半是幫人看風水，一半是做法事的道士啦，係啦，啊，神棍他又不是神棍嘅，一半啦，一半神棍啦，變咗一半咁樣啦，係啊。哦，係啦，咁到底呢一半一半係點咧？大家就真係要入戲院先知啦。嗱，但係咧，反而想首先問一下黑哥先嘅，係當初監製同埋導演係點樣游說你加入呢套電影入面嘅咧？唔使游說嘅，一聽到呢個故事就已經撲到入嚟。哇！上演啊，因為開始唔係講係呢個有啲喪屍啊、殭屍啊咁樣，通常就一個家庭咁樣係講一個婦女啊、朋友嘅關係咁樣，後屘再聽到係一個殭屍嘅個墊底包裝，真係好有興趣。但係其實香港咧都已經好耐冇呢種咁有畫味嘅電影啦。咁你自己又點樣睇？我相信好多觀眾都係渴望緊睇呢一種咁嘅題材。即係而家近來冇人觀眾呢一種題材啦，咁係好渴望呢個行頭裏邊嘅好唔好嘅題材。嗱，仲有今次嘅乖女啦 ，Candy 啦，第一次做電影嘅主演啦，你自己有冇話點樣投入佢個角色入邊？其實我覺得身邊譬如雖然今次可能有些部分是需要幻想，但其實可能燈光啊、我們佈景啊、同埋道具啊，再加上我們今次有荷里活級數的特技化妝，其實所有東西加上就已經給我一個很逼真的感覺，所以我覺得這些元素都很幫助我那時候投入那個氣氛和投入那個角色。還有身邊有兩位非常好戲的男演員在這裡，有沒有向我們透視呢？我有的，我每一次都會默默地觀察，係偷窺咁樣，即係去觀察一下，即係可能阿倫點樣去同導演溝通啊，黑哥點樣同導演溝通啊，同埋黑哥可能喺錄機之前佢會有乜嘢小習慣，咁我又可以去學習下、觀摩下咁樣，都好有幫助。其實 Candy 都唔係一般嘅新人嚟㗎啦，譬如跟新人咧係一張白紙，你叫佢做乜做乜，其實 Candy 咧有好多個自己嘅主意。很多自己的主觀他會拿出來討論，所以說真是一個很有好悲心的一個新人，真的沒錯，值得入去戲院支持一下，看看他的演出的。剛剛阿倫好像聽到偷窺的位置立刻偷笑，看到你還有你今次呢，應該我們不可以叫你阿倫，要叫你做麥師傅才對吧？是不是？師傅可不可以跟我們分享一下你今次在戲裡面那些驅魔儀式，你有沒有什麼覺悟呢？印象馬座完全就是人才弟弟，我們都由導演開始，仲一同我們的觀眾朋友打個招呼先。大家好，我叫 Jack， 我是邪魔的導演，多謝你們今天來看首映，多謝。Hello， 各位觀眾們，歡迎大家，多謝你們。我是 Lucy， 我是一個小演員。Hello， 我是28，我是佢媽咪。Hello， 大家好，我是 Candy。Hello， 我是阿倫，我是演員。大家好，我是監製Sean，大家好。Hello， 大家好，我是洪瑞光阿廣，大家睇開心啲啊。Hello， 大家好，我是黃祖泰，我是飾演靚仔，多謝。其實都係啊。開羊係靚女啊。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員正偉，喺入面咧，我飾演阿黃太，係阿鳳嘅老婆。Hello， 大家好，我是張晨李德昌，在戲裏面我飾演人家的爸爸。Hello， 大家好，我是吳嘉清 Cathy， 好久冇見啦，香港朋友。我喺入面飾演一個好靚嘅美容師。哇哦！Hello， 大家好，我是 Libby， 我喺套戲裏面咧係飾演一個 YouTuber 專拍死場嘅。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樂蘇嘉樂，我是戲裏面係飾演阿信嘅，我個樣係會好唔同嘅。哦，你認咗你個樣先啦。喂，大家好，我是姜師傅啊，張榮祥。咁我呢一部戲入邊演嘅係叫 Security， 係正啊！大家好，我是馮冕行，多謝大家，我是個演員，多謝。耶！開始之前咧，都想問下導演阿哥啦、Henry 同埋有冇啲咩説話想同我哋啲觀眾朋友講咧？我幫你傳，已經傳到過嚟啦，有啲上關係。好，我哋導演開始先啦。感恩可以上到呢部戲今日首映，咁台前幕後呢個係台前啦，我仲有啲幕後嘅手足，為咗部戲好辛苦嘅，希望大家 enjoy， 好嘅話多啲傳開去俾多啲人睇，好嘛 ？Thank you， 多謝。都知道大家都等咗呢個題目好耐啊，即係希望大家真係好中意呢部電影，希望大家同我哋多啲宣傳出嚟，好嘛？多謝曬 ，Thank you。要安靜的，看多一心啲啊！希望大家今天看完之後，到10月31日公映的時候，再看多10次、20次，冇乜睇啊！要聽聽唔講啊！我哋我都有啲嘢想講。其實呢套戲咧有我哋會請我哋請咗個特技我哋會請一個特技化妝師嚟啊。咁啲特技化妝咧都係幾即係靚啦，同埋用好多時間。咁有一班演員是很好，他們用很多時間去備化特技呢是很辛苦的，我覺得他們應該要有些多些掌聲的。好，有靚